叫刘永琪，我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院长，也是当然也是老师。那么实际上我自己有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呢教师，第二呢因为我在大学教设计，所以我自己也是个设计师啊。第三个角色呢现在可能我是个管理者。刚才当然我们那个星宇那个狠狠批判了我们的高等教育啊，不管是高等教育啊，中国的整个一个教育体系。那我觉得呢创业其实有第二个阵地呢，实际上是在体制内。也就是说实际上每个人不一定就要打破那个围墙冲到体制外之后呢另创一番事业。其实在体制内你也可以创业。特别是当你有创业家精神的时候，你可以完全颠覆非常多的游戏规则，待会儿我给大家分享。那么第三层创业的意思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怎么来去改变这个体制。那不管在体制内也好，体制外也好，我们来颠覆，让体制跟着我们去走。我们学院那个集聚了大概80个那个创客，25支团队。啊，所以我们跟微软呢合作呢，做了一个那个创客的比赛。所以3天之内呢，他们推出了25个点子。第二，就是说他们所考虑的不仅仅是这个产品本身的潜在的市场，而是他们对人性的深入的观察。比如说是对留守儿童啊，比如说是对那个引领的老人啊，这些需求在以前被严重忽略的需求，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事实上不仅仅是有了成功的可能。那大家都知道 Chris Anderson 的长尾理论，因为这些小的需求一旦被连起来就是一个大的市场。另外一点，我觉得这里其实阐释了就是说创业其实背后的一层含义，不是你开个公司赚了很多钱你就成功你就幸福，其实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你创的这一番事业是不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啊。那个另外呢，我在同济我还领导了另外一个学院，叫同济大学中分中心。中文中心就是希望什么呢，简单讲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平台，也就是在大学内部把各种各样不同的系科的围墙一个一个打破，把大学和产业的合作的围墙打破，把大学和政府连在一起，是吧？就产学研没用经的这个界别呢，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一起创造。对我来讲，我不希望我毕业的学生全部在那个高富帅是吧？高大上那在那个设计院门口排队准备应聘。我希望我的学生能够进入到各个行业。我希望我的学生，如果说他们卖煎饼摊子啊，用设计思维来去做煎饼摊子，做全球最大的煎饼摊子的连锁企业，我觉得这作为院长我最高兴。所以当设计到设计思维融入到各个行业的时候，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所以中国现在比较有意思，对设计学科贡献最大的人可能是陆永祥院士，中科院的老院长，而不是说是我们大学里面某个教授是吧，某个院长，因为他在国家层面在提设计 1.0 设计 2.0 和设计 3.0， 而设计 3.0 也就是说知识网络时代的设计。那么对设计来讲的话呢，哪里有问题哪里就要需要设计，而且这个需要设计地方一定有机会。大家不是要想创业吗？创业就在寻找机会，所以你在找机会一定是先找问题。那么中国有这么多的问题，里面有一个大问题绕不开，也就是说城乡发展。那么我自己觉得在中国这么一个快速变化的一个经济体下面，事实上中国有巨大的机会在里面。因为为什么说我们讲很多老外不满意中国，哎，不停地在变，今天说好这样明天说好又是这样，其实为什么会变，变背后是因为它有能量，怎么用好这个能量推动这个社会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变，那是在座的所有的创业者都应该去思考的问题。那么对城乡发展来讲，我们10年的时候上海世博会叫做 Better City Better Life，当时这个词其实是严重的误导了，因为大家觉得什么是 better life 就是 better city 城市化嘛，把中国还有1/2的农村对吧，那个农业人口转变成城市人口城市化，这就是 better life 对吗？不对，因为事实上中国50%的这么一个分界线，城乡的分界线，恰恰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机会。那温铁军教授写了一本书叫《8次危机》，那这本书其实就是在讲历史上中国的城乡互殴的这么一个状态，那帮助因为有乡村存在，所以8次中国可能导致是吧那个整个一个系统崩溃的危机都没有发生。为什么？软着陆了。那么现在我们在讨论新的变化，第9次危机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乡村中国怎么办？当然在这么一个问题里面设计做什么
啊，那么我们的判断就是说是那个城乡交互这么一种状态，城市需要乡村，乡村需要城市，然后他们这边资源有充分的互换，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讲阴和阳那个融合的这么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可有可能走出一条现在主流城市化以外的一条道路。那么这一条道路的探索对我们来讲，我不希望说颠覆城市化啊，否则我自己是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是吧？我不能讲这个话啊。但是呢，我在想，如果说什么是美好生活，一定是有选择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啊。那么设计可以做什么？设计可以来去帮助、去推进和实现这种城市交城乡互动。那么我们用的是什么呢？是针灸式的可持续设计策略，也就是这本书的那个名字。比较遗憾啊，就是我在这个项目我做了7年啊，没有一分钱投资。那那个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自投资啊，做7年的时候，一直到去年大家还不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啊，直到好像今年某个领导人讲了几句话啊，所有的那个艺术家设计师都号称他们要做乡村项目了。啊，那个，但是我们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叫什么呢？我们认为叫改变以前的建设思维，而是用针灸式的思维，也就是说不是西医的开刀，而是中医的针灸和按摩，通过调试来让你内部的这个体系和外部的这个系统呢，能够能量能够有对话，这样的话增强你身体内部的这个，把你的机能能够激发出来，啊，这就是背后的一个逻辑和哲学。那么最后我们实际上来推了什么呢？我们是在推动一系列的小而互联的一个社区中心网络啊，比如说在乡村的话，那个大部分的社区中心其实都不 work 的，都不在那个正非常好的一个运作状态下面的啊。那我们希望呢，这个那个这个创新中心网络呢，它是一个社区中心啊，它又是一个创业者的一个孵化地啊，又是一个知识交换中心啊，又是各种各样新的创业模式的一个展示地。同时呢，当然它又是那个很多的新的那个技术、新的那个商业模式的这种那个孵育地。那么它同时呢是有实体和虚拟的。实体呢，当然总归如果在乡村做的话，那么那个乡村原来的社区中心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啊。同时呢，离不开网络，因为网络它才能够线上线下一联系，它才能把这两种那个资源呢能够更好的对接。那么2007年的时候呢，我们在崇明找了一个地方叫树新镇仙桥村，那个开始了我们的实践。那么第一部分的那个实践呢，差不多是跟人类学的工作差不多，所以开始认识这个地方，是吧？开始那个了解那个山农。而且当时为什么选在仙桥村呢？因为那个地方当时说一句话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非常条件特殊的东滩西滩或者在前卫村你做成了不稀奇。我们当时想做的这个试点就是想找一个那个没有任何的特殊资源的地方，然后通过设计介入、设计资源的投入，来去把它的那个潜能能够发挥出来。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了大量的近乎人类学的方式的那个工作，比如说这张照片是很有意思的，因为那个当地的社区对研究者是很讨厌的，因为这帮人就是过来拍点照，然后不知道写点什么东西，然后发了他们的论文，然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啊，他没有交互的。所以我们这里面当时是有一个传统的项目，我们有个传统的项目啊，叫做那个照片展，也就是说把我们在那个调研的时候拍的照片，我们定期的会在社区中心那个展出。所以呢，那个村民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把它拿回去。通过这样的方式呢，他可以建立起一种联系和那个相互的这种信任感。啊，当然就是我们的工作涉及了非常多的那个设计门类，比如说包装设计啊，那个环境设计啊，那个传达设计啊，那个服务设计啊等等的非常多的那个设计的门类，到一直到2011年的时候呢，开始呢落点去做第一个创新中心。啊，那么我们在那个仙桥村呢，就说其实实体的话叫一块田、6个大棚，还有呢那个2个房子，啊，那么那个。2个民宿，那么大棚是乡村里面最大的公共空间，所以我们把它拿来呢，就是说做了各种各样的那个作为空间的这个载体。那特别呢是在这里开发很多的商业模式啊，比如说我们在讲乡村的价值的时候，粮食的价值大家都知道，怎么提高粮食价值？通过包装，通过什么让粮食卖得更贵啊？这是一种途径。那其实还有一种途径呢，实际上粮食在生长过程中的这个体验，那怎么把这个知识变成服务，那个做成商品，那个推出来？这里面的工作做得远远的不够啊！如果说是把那个乡村有这么多资源，70%的房子都空在那，哎，为什么要盖新房子？把原有的资源通过设计进行提升，那很有可能它就变成了新的那个，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美好生活的一个载体。
如果说把我们的创新中心体系划成两个轴，一个是 X 轴，一个是 Y 轴。 X 轴乡村城市， Y 轴数字和实体。那么我们是从那个乡村开始的，我们希望呢一点一点的往那个城市走，也就是说之前是城市资源进入乡村啊，城市的智力、城市的资本进入乡村，那么现在我们希望呢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反过来去影响城市。那么我们在城市里在折腾什么呢？实际上我们希望城市中的创新那个中心、创新中心呢是和都市农业是相关的，也就是说那个怎么把粮食种到城市去，蔬菜种到城市去啊？世界上有两个判断，一个是粮食够吃了，因为百分之多少的粮食是浪费掉的，只要把浪费掉的粮食省下来，粮食就够吃了。还有一个判断，粮食不够吃。为什么不够吃啊？因为人口还在增长，耕地已经没有了。那么实际上我们为什么来去推都市农业，是往看趋势的啊。这位投资人，如果在座有投资人的话，投资农业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产业，未来的一个方向。我只讲了我的故事里面的很小一部分，希望大家呢能够那个持续关注我本人，关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谢谢大家。